欢迎大家来到今个星期的这集的老哥讲鬼故，再次跟大家讲句不好意思，要大家望穿秋水，一等再等，真是等到卵都长了，即是出自老哥的起心肝，跟大家讲一些的灵异啊鬼故事啊。当然里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本土的历史和故事要跟大家去分享啦。今集的这个老哥讲鬼故呢，大家一看见到有一个的顶又见到一条路叫做深屈道，聪明的网友都应该知道呢，我今集就要讲关于大屿山的一些的灵异的故事和都市传说啦。咁啊，无厘头点解会讲一个嘅大屿山嘅灵异故事咧？咪梗系多得我哋嘅呢一个嘅奇案嘅凶宅吓，呢一个嘅特派嘅呢一个嘅调查员，同埋灵异闹鬼地点嘅呢一个嘅灵探员啊，我哋嘅呢一个嘅伟哥啊，伟哥咧，即系除咗鸡妹唔叫之外咧，任何嗰啲嘅即系哪吒嘢恐怖嘅地方佢都系胆三毛嘅，佢都系第一时间啊。自告奋勇啊，请缨啊，就帮佢大家咧，就去拍一啲嘅曾经怀疑闹鬼啊，或者曾经发生过凶案嘅地方嘅一啲嘅影片咧，俾大家可以咧就亲历其境咁样咧，就感受下嗰啲嘅恐怖嘅一个气氛。咁啊，今集咧，老哥咧就自告奋勇，就话要入去呢一个嘅大屿山大澳嗰边，就要揾一啲嘅古仔要俾老哥咧就喺节目里边同大家分享。咁希望今集我哋都要多谢阿伟哥不辞劳苦走到去大屿山拍嘢俾大家睇啊。咁啊，如果讲到大屿山咧，我谂大家第一时间叮一声即系 get into your mind 嘅就系一定系一个嘅宝莲寺啦。早几年总理呢就仲要一个嘅希捷的美食家嘅时候就上到去宝莲寺里面。呢个地方边系仲有一啲咩佛法无边一个嘅宝相安详系咪俾人哋感觉一个嘅心境宜和洗直心灵嘅一个莲花之地。而家呢一个嘅宝莲寺真系可以讲嘅真系烟花之地咯。哇，有多人有多游客，有多商业嘅行为。完全都冇晒嗰種佛祖嘅保法安詳保上安詳俾人哋嘅感覺裏面咧，就係去禅修去清靜去令一個人同一個嘅佛祖可以溝通嘅一個嘅地方，全部充滿曬銅臭，係嘛？煮啲叉一菜咧就又唔好食。咁啊，曾幾何時呢一個嘅寶蓮寺咧仲未係咁繁囂咁多呢啲嘅俗家嘅人喺度做啲俗家嘅事滿身銅臭真係一個幾好去嘅地方嚟㗎。更加有啲網友同我講，哇，以前好懷念去寶蓮寺去食啲齋菜，真係好和味㗎咁樣。咁但係呢一個嘅寶相莊嚴嘅呢一個嘅寶蓮寺，而家就變咗呢一個嘅繁囂呢一個嘅拜金呢一個嘅歪銀嘅呢一個嘅地方啦。咁啊，我谂好多嘅善信咧，宁愿去慈山寺排餐死挂一个嘅挂号排队登记佢入去都可能会好过想去呢一个嘅宝莲寺啦。咁我唔知道各位有冇呢一个咁嘅睇法。咁但系曾几何时咧，好多嘅朋友咧，都有未有咁即系大屿山开发到咁紧要或者宝莲寺冇咁商业嘅时期咧，好多朋友咧都去到呢一个嘅大屿山嘅地方咧。都会过夜嘅，咁啊入边喺一啲嘅度假屋咧就瞓觉啦，过夜啦，联群结队咁样有啲人有宵夜食啦，有啲人咧就过去早啲咁啊瞓觉，然后咧就天空光都未醒，就走上去山度睇日出啦咁样，有时咧亦都系行上一个嘅宝莲寺，贪佢咧就系听到嗰啲嘅有人喺度一早就起身念早课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叮，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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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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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利子本上庄严，那般若波罗蜜多即时空波罗蜜多，叮，咁样嘅远处咧。就可以聽到有好多嘅真人咧喺寶蓮寺裏邊咧就係念經呢一個嘅吊離是佛啦，係嘛？喺裏邊咧就係呢一個嘅參詳呢個佛法啦咁樣。哇！你未行近呢一個嘅寶蓮寺感覺到好似天人合一咁樣，感覺到嗰種嘅哇寧靜長和安靜心境就即係。
即刻就平和晒。原本就諗住啊，喺度假屋裏面啊，點樣搞啊？依一個嘅小珍，又或者落到去點樣啊搭鳩啊大強，係嘛？一上到寶蓮寺之後，叮，即刻個心境啊平和翻，嗰啲嘅慾念啊，嗰啲啊即係淫邪嘅依一個思想啊，俗家裏面嗰種嘅嚇爭名奪利嘅嘢，全部都想放低，啊洗滌下自己嘅心靈。咁曾經何時有人真係咁樣嘅？即係去啲下邊啲度假屋啊，啊瞓覺啊，天空光嘅時候咧，就諗住上去行山。行上去就順便去寶蓮寺打個圈啊咁樣，咁我唔知閣下你哋有冇咁啊依一個嘅睇法啦，咁啊或者係曾經咁啊依一個嘅經驗啦。嗱，我講一個故事俾大家聽，曾經有一班朋友就同一個嘅老友記咧，據稱依一個老友記咧就可以睇到綠色小朋友嘅喎，依個老友記咧亦都可以咧感應到嚇綠色小朋友嘅存在嘅喎，甚至無綠色小朋友嗰個嘅性別咧，佢都可以睇得一清二楚嘅啊。咁啊，甚至乎可以同佢哋要交流啊、傾偈啊咁樣添。咁呢班朋友咧，就同埋佢依一個據稱有依一個嘅通靈能力，有依一個嘅鬼眼能力嘅，睇到陰陽界啊，啊有依一個嘅嚇啊睇到哪吒嘢嘅依一個法力嘅依一個嘅老友記咧，有一次咧就去咗大嶼山嘅依一個嘅旅行。咁啊，亦都喺樓下嘅一個地價度假屋嘅裏邊咧居住。咁啊，今次呢位啊，即係可以號稱話有法眼啊，睇到綠色小朋友嘅能力嘅依位朋友咧。其实佢同成个 gang 成班人咧就唔系咁熟，佢只不过系跟咗其中嘅一个嘅老友咧就一齐去参埋，就 join 一个队咁样去。咁所以咧佢成程里边咧就冇乜点出声啊，冇乜点发言啊，因为始终同啲朋友就唔系好混熟。咁啊，啲朋友就觉得佢吓，即系去到度假屋嘅时候，有时发觉佢就即系好清静啦、啊。人哋去玩耍嗰阵时候，佢就周不时佢咁样去。打听啊，望啊，咁样即系好似好八卦咁样，即好似好未投入咁样。咁啊，见到佢有时好似喃喃自语咁，觉得咁奇怪。咁你同其中个朋友讲：，喂，你带个阿王过嚟，会系弯弯地噶？点解见到佢成日喺度自言自语噶？诶，唔好理佢啦，佢冇嘢噶。你唔熟佢唔熟啫。佢有时可能要谂嘢，谂到好似杂杂林，即系自浸浸咁样喃喃自语咁样，冇嘢嘅，唔使担心，唔使担心。就咁样。咁就跟住咧，即系冇乜嘢啦。咁啊，阿王开始就熟咗啦。咁啊，同佢哋都有倾有讲啊，咁样。咁由于第二朝早佢哋就打算咧就行山睇日出，顺便要经过一个嘅宝莲寺。咁啊，即系好早有啲朋友就诶咁恰阵先啦。啊，三四点就要出发啦，咁样。咁啊，有个朋友咧就可以喺冇几远咧就系瞓喺阿王嘅隔篱房里边。咁啊，听到阿王好似倾紧偈咁样，好奇啦。咁就阿王系冇嘢啊嘛。啊，冇嘢冇嘢，早啲瞓啊，早啲听日早起身啊，咁样，因为不以为意啦，咁大家就早瞓啦。咁啊，天未光，鸡未啼，咁啊，喂，起身啦，快啲啦，我哋要赶住去睇日出啦，咁样要行啦，咁样。咁又行啦，咁啊，发觉咧，一个网咧亦都系即系同我哋保持一个嘅距离，啊，亦步亦吹啊，啊，跟下佢，咁样有时又停啊，咁样，有时望下呢度，望下嗰度啊，咁样。咁啊，唔理啦，咁啊，继续再行啦，咁样。咁啊，卒之差唔多去到寶蓮寺啦噃，哇！四點零鐘，啊，裏邊啲僧人咧就已經喺度咧，就開始咧就讀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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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卜木魚啊，卜卜卜啊，跟住，哎呀，跟住有啲人咧就喺度就係講埋啲衰嘢啦，點樣同我女仔喺度講，唉，聽唔聽到嗰啲聲音啊？一聽到嗰啲嘅聲音，我就諗起一樣嘢啊，咁咩啊？咁啊敲緊木魚喎，啲咁嘅聲啊，卜你咯，佢又睇你啊，想啊，俾你卜，係咪？你啊？你未嫁，你未娶我啊，都唔使旨意谂啊，你要娶我啊，啊十万八千蚊嘅依一个嘅礼金啦，啊又要依一个嘅吓，啊我哋去依一个日本度蜜月噶，你唔使旨意啊，你冇依啲咁嘅嘢，咁啊打情骂俏男女朋友咁样，咁但系往咧就仍然就即系冇乜点微，冇乜点笑啊，冇乜点同佢哋依一个嘅喧闹啊咁样，咁啊如是者佢哋经过依一个嘅宝莲寺啦。當時這個的寶蓮寺呢還未好像現在這樣，哇又有停車場，外面又有一些的賣 souvenir 那些的小店，很簡樸的一個古刹，哇很莊嚴，聽到在寺裡面就是傳到這些這些聲音。突然之間阿王就很呆了地站在那裡，旁邊的朋友就阿王啊，其實我都發覺了很久了，整個 trip 你好像很呆樣，你又好像在這裡即心有 所思樣，有时见到佢喃喃自语，你做咩啊？咁啊，王就同佢讲：你好想知道啊？如果你好想知道，我就话俾你听。不过我怕你惊咁样。
唔系啊嘛，有咩好惊啊？喺个庙嗰度有佛祖吓、啊，又有韦陀，有呢一个嘅呢啲嘅伏虎罗汉、降龙罗汉，唔惊、啊。诶、哎，保元战争有乜惊啫？系嘛，咁佛法庄严系嘛？嗱，你而家听到啲咩啊？嗰啲和尚喺里边念紧经咯，咁啊南无阿弥陀佛啫嘛，噔咁去敲下钟咁样，系啊。但你知唔知喺度我哋附近侧边都系有好多嘅人，不过你哋睇佢唔到。他们都在这里静静鸡这样听着宝莲寺里面的和尚里面诵经的，你知不知道？不是吧，这么早有些人行山客上来，不是下去我们的六七丁有没有啊？哪有啊？刚刚现在你站在这里在后面，不要退后去啊，不要踩下去啊，有个人跪在这里的，在这里苦拜着听着和尚在这里念经的。你女朋友前面不是在这里的，旁边有棵树啊，站了几个人在这里的，他们在这里远处咁样盼望紧呢一个经里边噶，听紧里边啲和尚诵经啊，冇嘢嘛，唔好吓我、啊。系啊，成个宝莲寺嘅外围好多呢啲嘅唔同嘅，唉，你叫佢鬼又好，幽灵又好，吓、啊、一啲嘅怨灵又好，游魂野鬼又好，好多呢啲嘅灵体啊，聚集咗喺一个宝莲寺嘅外围里边咧，听紧啲和尚念经噶，唔系啊嘛，佢哋因为啊。得唔到一个嘅极乐往生、往死，又或者系死前做咗一啲好多一啲嘅唔好嘅嘢，咁所以咧，啱啱你见我头先喺度喃喃自语，我就同其中一个嘅朋友讲，问佢喺度做乜嘢？点解我见到你哋嘅有咁多你哋嘅？你冇乜嘢噶嘛？你咪嚟想嚟搞我哋裸替身噶？唔系，我哋造业太多，只不过喺度咧听下和尚念经咧，就减少我哋啲罪业。每一日朝头早天蒙光嘅时候咧。他们这些灵界的朋友就喜欢在这里蹦着一些石头啊，挨着一些树啊，有时在 门口里面就跪了在这里啊。嗱，你看在门口里面有个不停在这里扣紧头的，你看不看到啊？哇，其他原本兴高采烈的朋友想着看日出，即刻吓到有奔走的就缩奔走，哇，没有嚼嚼的就吓到我赖尿咁滞，震撚晒，哇，我阿王正衰人，你吓我。跟住带阿王嚟嗰个朋友阿 Peter 咧，就同我哋讲，其实你有所不知啊，阿王真系有呢种嘅能力嘅。头先你咪问我阿王喺屋企里边做咩念口王咁样嘅？其实佢喺度假屋里边咧，佢见到有个土地公啊，佢话同我土地公倾偈，佢话依个度假屋咧冇乜人嚟，咁啊啲香火又唔系好多，所以咧都唔够嘢食啊，所以啊皮黄骨瘦啊土地公。跟住阿王就话，其实你哋间间度假屋。都有一个嘅灵体、啊、或者系叫做家神又好，家鬼又好、啊、土地公又好，呢、这个灵体咧就喺个屋里边咧就系、是、寄居咗好耐嘅。有啲咧真系前边入门口有个神位嘅，有一啲屋主帮佢装香咧，咁有香火供奉咧，嗱、啊、你又睇唔到啦，我睇到啊，佢哋咧就系、是、面色红润啲，啊身体又比较丰满啲。我哋啱啱住嗰间啊，冇一个嘅土地公嘅呢个灵位喺度，冇人供奉香烛，冇人点拜祭。哇！我见到佢啲衫又破破烂烂，又皮黄骨瘦，呢、这个土地公啊，冇乜头发添啊，仲甩咗牙，阴公营养不良啊！哇！啲友仔吓到屌，即系震捻晒啦！有啲咁嘅事咩？你唔好吓我啊！嗱，唔好讲咁多嘢啦，你哋继续行啦。嗱，前面越嚟越多啊，你睇咩都话，后边啊跟住我哋条山路上嚟啊，成林啊，一个又一个，哇！你睇下边几多人啊！上緊山嚟聽佢哋念經啊！佢哋咧一直會睇到咧嚇、啊、上嚟聽嘅和尚念經敲鐘，噹一聲佢就知道又嚟噶啦，越聚越多，直至到和尚啲早課做完，佢至慢慢咁樣去散去噶。咁啊，我哋點啊？唔好嗱，當冇件事，唔好亂衝，唔好大聲喧鬧，慢慢行，朝住前面嗰個方向，我哋上山，鳳凰山嗰邊，然後我哋就去睇依一個嘅日出啦。冇嘢嘅，佢哋都系一班咧，即系生前做过啲唔好嘅嘢，又或者福分唔够、福缘唔够，去唔到呢一个嘅西方世界，所以咧聚集咗喺度咧，就听和尚念经，冇事嘅，冇事嘅，唔使惊。哇，个捻个咧都屌你老味閪吓，吓捻到咧就震捻晒啦。咁啊，嗱，故事就未完喎。咁啊，往咧，即系之后咧，即系呢一个就即系当然宝莲寺未。未有天壇大佛啦，又未即係整到佢即係商業化之前嘅事啦。後尾阿王近臨近回歸呢一個嘅97年嗰陣時，
亦都有第二次吓，又同一班嘅朋友仔，又系原班人马，之后就做咗好朋友啦，就再结伴咧，就系去一个嘅大屿山又再度假。咁啊，醒翻起以前啊，往日撞鬼啦，即系成日唔系撞鬼，即系佢见到鬼啦，咁啊同啲朋友仔仲记唔记得啦？啊，即系有啲咁嘅事啊，哎呀，你又谂有冇再吓我哋啦？即系再讲添啊，睇到都冇谂出声啊，你仆街仔，咁啊，咁即系讲啦。咁啊，佢哋一行数人咧，咁啊，今次咧又去昂坪嗰头噶噃。咁去到昂坪嗰阵时咧，就见到一个大嘅顶。咁呢个顶就回归之后咧。就是、中央咧，即系回归嗰阵时咧，就是、中国咧就是、送俾一个嘅香港嘅其中一件嘅礼物，有两件嘅礼物咧，中国咧就送俾香港，就是、作为佢哋咧就系、是、一个收翻香港耀武扬威嘅两件嘅一个嘅地标，一个就湾仔金紫荆广场嗰个捻屌金紫荆啦，另一个咧就而家喺途中里边嘅见到呢一个嘅吓、回归宝顶，咁一个回归宝顶咧就喺、是、一个嘅昂坪吓嗰度咧就是。近呢一个嘅宝莲寺附近咧，就系得咗喺度。咁大家如果佢见过咧，就系三脚顶嚟嘅，就写住咧就香岛春暖四个大字。咁香岛春暖呢四个大字咧，但系你又觉得吓乜？佢、系原来系呢一个嘅回归嗰阵时，向中国送俾香港嘅两件嘅其中嘅宝物嚟嘅咩？点解我哋嘅 attention 去晒一个金紫荆广场个金紫荆，对呢个就冇乜点理嘅？你有所不知啦。如果大家嚇、記憶猶新嘅，知道當年嗰陣時有幾個一個個好唔好嘅兆頭，就喺、是、當時香港裏邊咧就係、是、發生咗，俾人哋隱隱覺得咧呢一、個冚家產中共咧收翻香港咧，香港就含得你橡皮糖同埋呢一個嘅閪嘅臘肉嘅。首先有一隻馬叫順利九七，就屌你老尾閪，冚家產就跑跑下就死鳩咗，就真係跑唔撚到做終點。咁另外係嘛喺一個嘅回歸之後，董建華呢度嘅撚頭做特首嗰陣時咧，有一個嘅年初一嘅花車匯演咧，有架車咧就失控咧，就撞撚埋一班嘅遊客裏面，搞到一個嘅嚇外籍嘅遊客咧就枉死呢一個嘅異鄉。咁另一單咧個兇兆嚇大兇兆好唔撚好嘅咧，就係呢一個嘅其中頭先我所講嘅中國送俾香港嘅兩件所謂嘅賀回歸嘅禮物裏面啊，其中一個嘅寶物啊，就係呢一個嘅。回归宝典送嚟香港吓，喺个船度运落嚟，落码头嘅时候就屌你老尾閪，唔知佢坑捻咗啲乜捻嘢，咁捻硬净系嘛，即系咁捻重定定嘅呢啲嘅屌你乜嘅大顶，竟然撞捻断一只脚吓，三只脚就折捻断一只脚，咁啊顶咧，即系好多人咧就话啲凶，即系大凶之物嚟嘅。以前啲捻屌皇帝咧，甚至乎咧攞个顶咧嚟做行刑嘅，即系譬如即系有啲人啊，即系佢犯捻咗法啊，或者得捻罪个皇帝啊，咁啊佢老尾就将个人咧就叫佢坐喺个顶里边，而喺个顶下边咧就摆啲柴火，间山咧就烧熟佢，哇劏捻咗佢啊，甚至乎有啲残忍嘅皇帝仲食埋嗰啲嘅忠臣嗰啲嘅骨肉啊，咁样啊呢一样嘢，或者主人嚟食嘅，好捻凶器嘅，咁啊亦都系顶，亦都系。引發咗好多嘅一啲嘅江歌啦，因為即係問鼎中原，問鼎中原就即係要屌你咩攞撚咗個鼎啊，即係要搶一個嘅呢啲嘅皇帝嘅鼎咧，就係、是、作為佢新嘅呢一個嘅合法嘅政權嘅繼承人啊，咁樣咁，所以為咗個鼎咧打餐死，殺好多人，一將功成萬骨枯。咁好啦，咁啊頭先我所講啦，一個嘅回歸鼎送嚟香港嗰陣時候。就屌你咩斷撚咗只腳喎，咁啊好撚奔走，咁啊屌你咩大吉兆，即刻臭屍密咁，唔好撚講咁撚多嘢啦，新華社嗰啲屌你咩批單成件事啦，禮手咧就將佢咧就掟翻去呢一個嘅原產地，冚翻只呢一個只腳落去，咁啊即係整翻只腳，傷翻只腳之後咧，再將佢送翻嚟香港。咁但係當時咧就係即係希望盡量淡化呢件事咧，就將個 focus 咧就擺咗喺一個嘅金紫荊廣場嗰、那個嘅金紫荊嗰個嘅雕塑上面啦。咁可憐呢一個嘅回歸寶頂咧就戇鳩鳩、冷清清、孤零零咁樣咧，就喺呢個昂坪嘅呢一個大嶼山啊，一個寶蓮寺外邊巴士站嗰度咧就定緊喺咗喺呢一度啊。咁啊，甚至乎咧，佢哋又話咧，好似有人咧就係、是、有個依一個嘅大嘅依一個嘅香油箱咧，仲遮撚咗依一個嘅香島春暖呢幾日字添。咁啊，唔知真定假啦，我都去過，我都冇 pay 一個好大嘅依一個嘅 attention。咁好啦，咁啊講翻阿王同埋佢班老友記啦。咁啊隔咗咁多年之後，就去翻依一個嘅寶蓮寺，咁啊見到依一個嘅頂。咁啊，當啲人咧就諗住咧就走埋去就同依個頂影相啦。哎呀，個咁撚大嘅頂啊，同佢影相先。啲人就去影相啊，各方面嘅嘢。咁呢个嘅阿王
望住个顶，又唔捻出声。呢、這个顶咧就可以分分钟有两个人咁高吓，差唔多两米几以上嘅一个嘅顶吓。咁啊，啲友仔又话：喂，王，你唔系又见到有嘢系嘛？你做咩望住个顶，又戆鸠鸠咁唔出声啊？咁啊，王就话：系啊，你哋今次又估中咗，呢、這个顶好捻邪啊，有鬼啊！吓、啊，唔系嘛？呢、這个顶啊，依附住一个嘅怨灵啊！吓、啊，唔系嘛？你听到嘅？是啊，他仲同我倾偈，希望我帮到他手添啊！吓，佢有啲咩要你帮到手？佢好捻惨啊，喊捻住啊，讲啲国语，我都唔捻听得好得明白。佢好似好有啲好浓厚啲浙江嗰啲嘅口音啊，嗰啲咁嘅捻嘢添。咁佢同我讲过，佢好想翻屋企喎。吓，点解佢翻唔到屋企啊？佢话佢俾我听咧，你唔好嘈啊，我听下佢讲咩先。啊，系啊，系啊，系啊。嗱、啊，你唔好企住嗰边啦，佢系企喺呢度啊。你走过嚟呢边啦，你唔好阻住晒。哇，那个老友即刻屌都震紧晒啦。咁啊，原来、那个呢一、這个顶上面企嗰人咧，就只要行落嚟同佢倾偈喎。啱啱仲企正佢侧边。哦 ，OK， 我听你讲咩话？哦 ，OK。原来佢话佢啊，系原本啊喺浙江嗰边整呢一个嘅顶嘅工人嚟嘅。个厂里边咧发生咗意外，佢就有份负责咧，就整呢一个嘅顶啊。殊不知咧，就意外之后咧，佢就死鸠咗。咁佢个魂体咧就依附咗一个顶，就走唔到啦。咁啊，点知嚟过香港一次，又翻转头，又要再翻嚟。咁啊，佢而家个顶咧就知道咧就摆实咗喺呢一个嘅香港嗰度，就翻唔到去乡下，好惨啊！问我冇咩方法可以帮到佢，我都唔知点样帮到佢噶。我只不过可以通到灵见到佢啫，但我唔系一个识有法力啊，嗰啲咩茅山师傅啊，咩风水师傅啊，咩嗰啲大师，我唔系咁啊，我都唔知点样。你哋谂下咩帮手可以帮到佢啊？咁样，咁个个都即刻鸡咁脚走啦、啊，仲喺度企喺度咩？咁啊，至于阿王有冇帮到呢、這、一个依附咗吓呢个中国工人嘅灵体嘅呢一个嘅宝顶？帮唔帮到佢翻翻去嘅乡下咧？咁我就不得而知啦。咁啊，只不过知道咧，曾经有一个即系只眼通灵嘅朋友咧，佢就去过呢一个嘅宝莲寺。当时宝莲寺仲系好香火鼎盛，系一个嘅即系不食人间烟火，系嘛？即系一个禅修嘅好嘅宁静嘅呢一个佛门之地。啊，而当年啊，当啲和尚念经嘅时候，唔知系咪法力高啊，定系点咧？侧边有好多呢啲嘅灵体喺度听佢讲念经，又见到呢个顶咧依附咗一个嘅怨魂。咁啊，但系其实咧，佢讲呢一个嘅宝莲寺附近有好多鬼嘅呢一个嘅故事咧，其实我都话俾你听，我都听过嘅，唔系老鸠吹嘅，而可信程度咧系非常之高。点解啊？你同我都好熟悉嘅 K 师 Sir， 佢曾经有一位嘅同学，咁就有一段时间咧，佢就出咗家嘅，咁啊近呢几年咧，佢就发觉佢尘缘未了，就回话即系还翻俗，就入翻世啦。咁啊，呢个朋友咧就好高学历嘅，咁但系咧佢就即系读得太多书之后，就抉择咗去做呢一个嘅出家人。咁而佢又冇挂单喺宝莲寺里边，佢反而咧就挂单咗喺宝莲寺外围咧侧边咧，亦都有好多灵修啊，一啲嘅小嘅一啲嘅庙宇啊，咁庙宇附近有一啲嘅小嘅一啲嘅村屋嘅。咁其实咧，基本上我哋咧就真系与世无争，好似即系天主教嗰啲嘅修士咁样。自耕自足啦，啊，耐唔中止出去市集里边买啲日常嘅必需品啦，但系大部分嘅时间咧就喺个坊间嘅啲屋里边咧就系灵修噶咁样。咁啊，呢位嘅朋友其实佢嘅法力都即系都，佢嘅 case 上讲咧都有翻咁上下啦。咁开始嘅时候咧，佢都唔系好觉，但系越喺呢个地方里边念灵修得耐啊，念经啊、参详啊耐咗，可能师傅都觉得佢啲功力都最多咗嘅时候咧，佢竟然开通咗一种嘅能力。就是每当佢朝头早起念经吓、啊、诵佛敲钟嘅时候咧，佢就发觉到原来有好多嘅一啲嘅灵体，全部喺晒个屋外边咧，就听佢喺度念经。话讲啊，讲到我毛管都冻鸠埋，我之后喺度讲鬼故，会唔会侧边有好捻多嘅绿色小朋友喺度同我听我讲鬼故？但系我睇佢唔捻到，搞捻到后边又冻掉，块面都寒寒地。咁佢话俾阿 K 师 Sir 听咧，哇！你唔到你唔信噶。佢成日都听到咧，个山里边有一啲嘅灵界嘅朋友吱吱震啦，鬼食泥咁嘅声啦，又有时咧就系、是、发出一啲个哀号啦，好痛苦啦，即系冇得轮回啊，仍然喺一个嘅尘世里边打滚啊，去唔到一个嘅极乐嘅地方啊，吓冇得喺一个嘅
轉世啊，咁啊喺個凡間裏邊咧就即出去咁轉，走啊走唔撚到，好撚慘啊！咁所以咧，佢哋成日都希望咧就係聽佢念經重佛咧，就減少佢哋嘅痛楚，減少佢哋嘅苦惱，即係希望佢得到依一個嘅平和。咁佢又當咧即係做功德咁樣咧，就不停喺度念經，準時念經，咁令到側邊嗰啲啊圍住間屋嗰啲嘅靈體咧啊，即係都可以啊有啲嘅超度啊咁樣。咁啊，如是者咧，即係當佢喺度禅修得越耐嘅时候咧，佢可以见到呢啲灵体嘅时间就越嚟越多，亦都见到越嚟越多嘅灵体聚集喺屋里边。咁啊，佢哋话真系好似半透明啊，有时见到样啊，有时见到一团光啊，有时你感觉佢嘅存在啊，有时你听到佢声啊。咁啊，如是者咧，即系开头佢都有啲惊嘅，咁但系奈何佢后屘觉得知道，原来佢每一日嘅早课就一个嘅念经，就可以超度呢啲嘅人咧。咁佢咧就感觉到咧就系、是、都。舒服啲啦，心境里面有啲嘅平和啦，咁就即係都起码安详啲，咁就觉得呢一件嘅功德事就继续功德无量呢，就咁样去继续去做啦咁样。咁啊，听完呢一个故仔之后啦，咁我就真係觉得呢，可能即係喺呢啲嘅山障地方啊，即係山卡拉美无人烟嘅地方，其实真係好可能呢，就好多呢啲嘅灵界嘅小朋友，有时啊啲友仔一条友走去依一个嘅行山啊，吓远足啊，都唔知啊，唔见咗人啊，系咪真系撞捻咗鬼啊？而搞捻到佢哋咧，就系、是、啊，即系死吓死依一个嘅荒野之地啊，啊俾人揾替身啊，定系点都未知啦。唉，真系谂起啊，即系大家各位千祈各位老友记，千祈唔好啊自己啊走去一个人行山，系咪真系帮你唔捻到啊？系嘛？好啦，咁以前我哋去呢一个嘅大屿山啦，咁其实我哋冇以前而家咁咁方便啦，係咪我仲好记得，即係以前又要去搭巴士啊，哇行一条好长好长嘅地方至去到呢一个嘅梅窝啊咁样。咁去搭船去到码头又要转呢一个嘅巴士，咁然后跟住呢就要去梅窝咁样。嗰时我好細个，咁我二年班左右，即係哇！我哋覺得真係好唔想去。第一去嗰啲嘅度假屋，又唔係話真係好鬼死乾淨。我已經好細個已經有潔癖，咁啊又成排人咁樣屈一間嘅屋，我又唔中意。咁啲大人喺度打麻雀啊，咁樣我哋朝早又走落去游水啊，咁樣嘈冤巴撚閉，我都唔 enjoy 唔過癮，就係事啦。去得依啲時間通常都係夏天啦，夏天啊，你叫我屌你咩搭船熱到撲街，跟住又要逼嗰啲巴士，哇又熱撚到啊屌你咩大汗搭細汗，啲手拗啊腳拗啊痕撚到撲街啊，俾啲汗熱撚住，好唔舒服嘅。情愿喺翻屋企里边睇依一个嘅活泼海外任你飞，小小天地打飞机系咪？我就随便睇跳飞机，睇下新儿哥哥好捻过咁，但系老豆梗系唔系咁样样睇啦，就逼鸠我哋一齐要去啦。咁啊，依一个嘅暑假里边咧就活受罪啊，好唔开心咁啊。咁但系回想起上嚟咧，即系而家大个咗就觉得嗰啲 experience 应该就好捻好玩啊，同埋好捻宝贵。咁但系奈何啦，即系我系小朋友。跟緊住班大人去，又冇小朋友同我玩，咁我真係覺得好撚悶，好撚奔走啊成件事。anyway 啦，咁我諗大家如果以前啊冇昂坪三碌拎，係嘛，又冇呢啲嘅地鐵，係嘛，直搭到去呢一個嘅昂坪嚇，依一個落車，咁啊又亦都冇咁多嘅巴士，咁啊即係覺得好唔方便。咁啊好記得咧，當時咧就一個巴士咧就是、穿梭呢啲地方嘅一架巴士，嗰啲大嶼山嗰啲嘅嘅巴士嚟嘅。咁但系而家如果咧就即系醒爬嘅咧，就一定会记得咧，当年咧曾经发生过一间好严重嘅一个嘅交通意外。嗱，唔信我即刻去片啊，俾大家睇一睇。今日大屿山姜山道一架载有40多个乘客嘅巴士跌落300多尺嘅悬崖，酿成17人死亡、23人受伤嘅惨剧。当局动员6架直升机抢救7个钟头，先至将伤者分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玛丽医院同广仁医院系急救。巴士司机后来被控危险驾驶，罚款1500元，停牌12个月。在6年后同一日，北角码头有一架双层巴士失去控制，撞向等车嘅人龙，造成5死46伤。事发当日，司机正想将一架写明不去车的巴士驶开，点知巴士突然间失去控制，直冲向人群。后来司机被控危险驾驶，但罪名不成立，获释放。法官判决意外是由于巴士的机件有故障。嗱，依单嘅事故咧，
就发生在这个1973年的7月的这个22号的下午的2:30。当时呢在这个的昂坪呢就有两架那些的minibus 或者好 minivan 有啦，啲14座嗰啲嘅物体啦，咁即係两架车就去到一个站啦，咁然后啲乘客呢就落晒车，就转搭呢一架嘅巴士，嗰架巴士呢就柯士甸型号嘅36座长8米嘅一个嘅巴士，咁呢一架嘅巴士呢就要入回窝嘅。咁啊，呢架巴士咧就入去嗰條山路裏邊咧就是、單程路，就唔似而家有雙程路，好撚窄嘅。咁如果你有前面有對頭車嚟嘅咧，你真係要讓位俾佢哋過啊！咁樣即係亦都下邊就全部啲山斜坡啊、懸崖啊，咁樣就好鬼死險象環山。咁坐過嘅朋友就一定係記得噶啦。咁喺當日咧就曾經發生過一個嘅嚴重嘅交通意外。2:30一架嘅柯士甸型號36座8米長嘅呢一個嘅巴士，呢、這、一個嘅車牌就 AP2021。接載咗咧，啲乘客之後咧，就直入去一個嘅回窩啦。咁啊，當佢去到一個嘅姜山路啊，同埋一個嘅深密道嘅一個嘅交界嘅呢個時候咧，因為由於咧，據稱咧，司機係要閃避一個嘅私家車，而咧一閃避嘅時候，扭太扭得太急咧，就撞撚咗右邊嘅呢一個嘅山壁，然後反彈去左邊嘅呢一個嘅防撞欄。咁啊撞咗個防撞欄，因為個衝力太大嘅呢一個情況之下咧，就撞爛咗防撞欄，就砰砰砰砰砰咁樣衝咗落呢個90米嘅呢一個嘅山坡咁長嘅地方。咁啊車連滾帶碌帶撞，砰砰砰砰砰砰落去嘅時候，唔知有冇爆炸啦。咁但係咧個車頂咧就成個車頂就飛咗出嚟。咁啊，里边有啲嘅乘客咧，你都知道，当年1973年边有人会绑安全带啊？全部飞鸠晒出去，咁啊，一时之间吓哀鸿遍野啊！车里边嘅乘客有啲啊射咗出嚟啊，有啲啊受重伤啊，有啲啊骨折啊，有啲啊奄奄一息啊，有啲啊怀疑即场死亡啊！咁啊，当时架车冲咗落去之后咧，就好彩又即刻有人报警啦。警方出动咗成5架嘅直升机啊，帮手去救援啊，亦都落去啊，即系抬啲伤者走啊，如此类推。亦都系由于一条山路太斜啊，咁要好长嘅时间咧，卒之用咗成7粒钟，至将啲伤者咧就全部送去附近嘅呢一个嘅医院，亦都经呢啲嘅直升机咧就吓去送去一个医院里边咧就系救治。咁而 end up 咧，成件事咧就死咗7个人，伤咗22人。好啦，而当时揸车嘅呢一个嘅巴士司机咧，你老尾竟然就唔谂使死，冇谂事添。咁啊，当然啦，即系后尾政府亦都系将成件嘅意外要审判啦，了解下究竟发生紧啲咩嘅事啦，点解死咁捻多人啦？以单嘅事件被誉为香港史上啊死人死得最多嘅第四大嘅死人死得最即系最多嘅第四大嘅呢一个嘅巴士遇难嘅呢一个嘅事件，排第4。咁都咪话咧就系唔捻厉害啦死捻咗咁捻多人。咁而当时呢一个嘅巴士司机咧，吓竟然罚佢嗰个嘅刑罚啦，轻到冇捻得再轻。首先就系先罚佢吓呢一个嘅停牌12个月，因为佢鲁莽驾驶，同埋罚钱。你知罚几多？罚1500港币，咁啊，即系当然1973年1500系一个都大嘅数目啦。咁但系你死咗7条人命，伤咗20几人，系嘛？你罚咗1000几蚊，屌你老尾閪，就系停牌1年，系嘛？鲁莽驾驶唔使坐监，唔使屌你老尾閪，社会服务你乜捻都唔捻使，哇！你真系执捻斗啦，系嘛？即系直情有着数啦，屌科水都科唔捻切啦。咁但系自此以后啊，就即系好多个朋友咧，都系呢条路啊，吓。经过姜山道啊，尤其是去到嘅呢一个嘅屈福道嘅深屈道嘅时候咧，都系好多嘅一啲嘅古仔啊、邪钉嘢咧，就喺呢个里边发生。而喺呢个撞车嘅两旁咧，都据称咧分别咧就系摆咗啊呢啲嘅南无阿弥陀佛嘅呢一个石碑啊，阿弥陀佛往生净土，南无阿弥陀佛呢啲嘅石碑咧，就希望当时嗰啲嘅亡魂啊得到呢一个安息。咁另外咧就亦都擺喺度咧，就警惕啊！大家行到依一個位嘅時候，唔好開咁快啊，唔好亂嚟啊！依度曾經發生重大嘅交通事故，死過好多人噶、啊，千祈唔好嚇亂嚟啊！即係珍惜性命啊咁樣。嗱，自此以後咧，依一條嘅路線咧，其實咧都鬧出咗好多一啲嘅鬼話連篇嘅。
咁啊，即系而家呢条嘅巴士线啊，当然就冇以前系即系咁蓬勃啦，或甚至乎而家仲喺咪度都成问题啦，系嘛？亦都取而代之嘅，就唔会系依即系依种嘅呢一只嘅巴士啦。咁啊，据称咧，当时呢啲嘅车咧，就算最尾嗰班车送捻晒去吓另外一边嘅站嘅时候，咁都要空车吉车咁样翻嚟。咁啊，有时咧就已经天色就已经黑暗晒啊。咁但系都搵翻架车翻去总站啦。咁点啊？咁啊，唔系有硬着头皮咧，就行翻架车，行翻车嚟啦，吉车一个司机咁样行翻嚟啦。但系当佢哋去到经过呢一个嘅深屈道啊，同埋呢一个嘅江山道嘅时候咧，成日都觉得咧有一啲嘅灵异嘅事件会发生嘅。OK， 咁啊，有啲朋友咧就话去到呢一度嘅地方里边咧，就系、是、感觉到架车，就算你熄晒灯啦，系嘛，即系唔再接客啦，系嘛，咁样去行嘅时候咧。隐隐约约都好似觉得咧架车里边咧就是、载满咗一啲嘅乘客 ，OK， 更有甚者嘅咧，有时啊行过依一个嘅深屈道同埋依一个嘅江山道嘅时候，你都知道以前啲巴士系拉绳叮叮声噶嘛，系嘛，咁啊有一红灯噶嘛，咁佢觉得无沟嚟巴士，架车乜人都冇，得佢自己一个，竟然有人拉绳叮，同埋着咗眼灯，要求落车啊！咁你系巴士司机，屌你老味，你落唔落落车啊？梗系老閪都唔肯落啦，系咪？梗系唔肯开门啦，当冇件事咁就嘘声就行过啦。佢话好多嘅巴士司机咧，揸过呢条线嘅咧，最尾尾班送低晒啲客喺对面，然后跟住行翻车吉车翻原厂嘅时候咧，成日经过呢度都会感觉到好似有好多人喺度自沉沉咁样，同埋同事之间感觉到有人拉绳，屌你咪要求落车揿钟落车咁样嘅情况。咁你都咪话唔够惊。咁好啦，曾经亦都有一啲嘅朋友咧，喺一啲嘅鬼故节目里边啊，封烟啊，或者系讲一啲嘅亲身经历嘅分享里边咧，就系、讲过有一次佢同佢妈咪就系要搭车，又系入去另外一边啦。咁但系当架车经过到去一个嘅江山道同埋一个嘅深屈道嘅时候，突然之间见到架巴士，即系佢自己坐嘅巴士驶埋一边，然后个巴士司机咧。各位请等等，唔好意思，但系请稍留一下，熄捻咗匙，熄捻咗车头灯，将个车里边嘅灯都全部熄鸠埋。咁而家隐隐约约咧，感到咧就有时咧就好捻大雾啊，吓，即系睇到嘅视线范围得可能得两米左右。喺个雾境，尤其是好似而家咁嘅呢一个嘅时势啦，啊，乍暖还寒啦，喺一个嘅春夏中秋，冬天完咗，春天开始，好捻大雾嘅时候咧，哇，当架车经过。突然间有巴士司机停捻咗，哇！见到朦朦胧胧里边，突然之间隐约见捻到喺个雾里边，突然之间有个另一架嘅巴士喺佢侧边咁样数过，单程路啊嘛，你一定要让佢，佢驶埋一边，就等人个来车、迎头嘅车走咗之后，佢只可以向翻沿前面嘅方向行翻噶嘛。就系当架车停泊咗，俾前面架车穿嗰个浓雾经过架车嘅时候，喺个巴士里边呢两母子。隐隐约约觉得啱啱经过是另一辆的巴士，而恐怖的地方在于这架巴士都没有开车头灯，架车里面呢也都不见到有什么的光在里面，但是经过的时候随着微弱的灯光见到这架巴士里面是个司机位里面是没有司机的，而在个巴士的车身里面呢隐隐约约好像坐满了一些黑嘟嘟啊，黑压压啊，呢啲嘅模糊啊，好似人咁样嘅一啲嘅乘客喺里边。喂，醒目嘅人见到架车喺个大雾里边数出嚟，咁啊冇司机开车，又冇灯，见捻到里边嗰啲好似幽灵咁嘅乘客，个个都知濑捻咗嘢啊，撞捻到鬼巴士啊，扑街啊，耳仔。咁啊，唔敢出声啦，佢同佢妈妈，但系当架鬼巴士离开咗佢嘅时候咧。跟住个巴士司机就同佢讲：好，我哋开车啦！卡沙士，开翻灯，屌你着翻灯，架车又着翻灯，慢慢向前咧就开始行，咁仿佛冇件事咁样。咁啊，有好多嘅朋友咧都有类似咁嘅经历。咁啊，甚至无咧，即系有一次咧，有啲车经过嘅时候咧，明明见到前面有架巴士嚟紧，但系当架巴士佢让咗巴士俾佢行啦，俾佢大车咩，驶埋一边让嘅时候。当个巴士向前行，经过佢眼车头灯，当佢眼灯照落个巴士里边嘅时候，
好明显呢架巴士系透明啊，唔系实体嘅，透过噶，啲光系透过呢一个嘅巴士啊。咁究竟呢一架喺呢条深屈啊道啊，同埋呢一个嘅姜山路穿梭嘅呢一个嘅鬼巴士，系咪当年啊，即系呢一个炒咗车有七死二十几伤嘅呢一个嘅巴士嘅呢个嘅怨灵聚集嘅一个地方？咁就不得而知啦。咁但系今时今日咧，如果大家吓、啊、自己揸车又好，你可能要攞 permit 啦。又或者要唔係啲係行一節得啦，咁又或者你真係要坐巴士經過一條路嘅時候咧，喺1973年啊，呢度曾經碌咗個巴士落去，死傷慘直，而事後成日都聽到一啲嘅靈異嘅傳說咧，喺呢一度出現嘅，咁啊希望大家各位時運高，你睇佢唔到，你睇佢唔到嚇，唔係咧嚇，真係嚇、嚇死冇命賠啊，真係。咁好啦，咁啊，如果有時大家有時去大嶼山啦。咁就都好兴咧，就去埋呢一个嘅大澳啦。嗱，大澳咧有一个地方咧，就系、是、叫做啦，嗰、个叫做咩路啊？啊，石埠仔街。石埠仔街咧，如果你行去嗰度咧，你就会见到一个嘅吓、啊、荒废咗嘅废屋噶、哦。当地人咧就叫呢个做咧就叫做白屋。咁呢一个嘅白屋咧，据称咧隔篱个树林咧都好扮鬼噶。嗱、啊，我哋先播一播条鬼片啊！阿伟哥就去嗰个地方里边咧，就拍摄咗嗰个地方嗰啲嘅鬼屋啊，俾你睇到先，睇睇先，翻嚟先讲个故仔讲啲咩嘅嘢啊 ？OK， 先去片睇下鬼阿伟哥带大家睇呢一个嘅石埠仔街嘅一间白屋系咩嘅一回事。好，刚才过咗桥之后，沿住内街经左手边行到呢个叫。石仔埠街啊，咁直行入嚟啊，五至十分钟到啊，就会见到呢座建筑。望埋去真系几阴森恐怖，埋去影下先。啊，已经咧。废置嘅建筑材料喺里边，得个十零度，好乸冻啊！呢条仲可以行入去，哇！呢棵树犀利啊，黐住呢个建筑物咧，哇！几犀利啊！呢棵树。依住佢山啊！哦，即系证明呢座 building 已经好古老，好耐之前。
呢度夜晚真係幾恐怖。咁我哋等下鱷魚喺度講下呢個咩故事。好，翻嚟嗱，据称依间嘅石埔仔街侧边依间白屋咧，而家已经荒废咗啦。以前咧，曾经咧就系一个嘅戏院嚟嘅。咁一个戏院隔篱咧，原来咧就系一个树林。咁你都知道噶啦，咁啊即系大澳就与世隔绝咁滞啦。咁啊好多嘅一啲嘅朋友啊，或者亲人啊、先人啊死咗咧，原来好据当地人咧。兄咧就将佢哋嘅遗体咧就移去一百步仔街啊石埔仔街侧边间白屋隔篱嗰个嘅树林就摆咗喺里边，咁啊直至到咧就再令人安葬啊咁样，咁啊据称嗰度咧就聚集咗好多本地人嘅一啲嘅灵体啊怨灵啊亡魂啊咁样，咁如果你时运唔高咧，你成日咧都会有机会咧就见翻当地人嗰啲嘅鬼魂咧就喺嗰度出没嘅。咁曾经咧，据称有某恐怖接线生嘅节目嘅人咧，去到嗰度咧就去灵探过。咁亦都揾到一啲嘅朋友咧，就好似头先我之前讲个古仔阿王咁样嘅，就可以通到灵啊，见到嗰啲哪吒嘢嘅。咁当佢哋去灵探嗰阵时咧，其中有一个有阴阳眼嘅朋友咧，据称咧就睇到一个嘅男嘅灵体，而呢个男嘅灵体咧就系当地人嘅一个嘅亡魂嚟嘅添。咁啊喺嗰度咧就系大聚集。咁有时啲朋友咧就系去过呢一个嘅白屋啦，成日都听到一啲嘅鬼叫啦，鬼影重重啦，有时甚至乎咧就见到一啲即系好成个人嘅形体咁嘅存在形状嘅一个嘅亡魂喺嗰度出没。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系大澳嘅朋友啦，咁如果你真系有啲早上系即系曾经系个遗体摆佢喺度咧，就是、落葬之前咧，就是、等啲亲人朋戚友去可以供奉下，暂时寄托喺嗰度嘅地方啦。即系如果你有嘅咧，我就建议你可以就即系去到闯啊，睇下见唔见到你嘅八爷，即系个咩八公啊，又或者七叔婆啊，九姨妈啊。或者系太爷啊咁样嗰啲，即系会唔会见到佢哋喺嗰度出没咧？咁可以同佢哋倾下偈，聚下聚旧啲未定啊！咁但系我谂好多一啲嘅大人都系唔敢去啦，即系屌你俾咁捻万鬼出捻晒鬼嘅，随时随刻都见到鬼，系嘛？仲要分咗见翻自己啲亲戚朋友咁样，真系吓捻死喎！咁所以咧，嗰度就系出名嘅，就系易撞鬼嘅依一个嘅地方。咁啊，大家吓，即系如果你去到依一个嘅石埔仔街，系嘛？即系大澳嗰边。见到依间嘅荒废咗嘅依一个个屋咧，就唔好乱嚟，唔好走入去个树林里面搞多阵嘈喧巴闭。仲有啊，各位老友，千祈唔好攞啲树枝啊、藤啊、嗰啲嘅竹啊，系咁搣嗰啲嘅树啊。据称啊，嗰啲亡魂啊，就最中意就企喺啲树下边啊，或者依附喺啲竹林啊、竹枝啊嗰边。你系贪得意就搣鸠佢咧，你分分钟咧打捻到人哋个魂魄散咗咧，咁你惹祸上身啊，佢就跟紧住你啊，你又真系死火啊！又或者千祈唔好攞啲竹枝啊，见到啲蝴蝶啊，系咁 fit 啊 fit 到佢哋咧就断晒啲翼咁样去死啊！因为据称啊，好多个亡魂啊，都中意依附喺啲蝴蝶啊、飞蛾嘅身上面嘅，谂住就借啲翼咧，就系飞翻去屋企咧，就同阿老婆啊或者系以前啲仔女啊相遇啊，见一见佢哋，睇下佢哋喺阳间生活得好唔好啊？人哋好地地移植咗个身体灵体喺个大飞蛾身上面，谂住飞翻个祖屋里边就见翻个孙仔，你条仆街就攞啲竹啊 fit 鸠死佢，咁啊真真正正咧就勒捻着好啦啦整得啦，勒捻着咗个亡灵，跟捻咗你翻屋企赖死唔捻走，要你咧整个灵位俾佢供奉佢，你就真系含得捻着味糖啊！咪话我唔提你啊！真系讲真，大家小心啲。咁到最后啦，都讲多一个嘅古仔俾你听啦。
就是关于里面的迪迪尼一个主题公园。据称迪迪尼主题公园里面呢原来都有闹鬼的。其中闹鬼最猛的地方就是室内那个的过山车。咁我就冇乜点喺迪迪尼里面玩过山车，因为嗰个 Space Mountain 如果我冇记错要排队排好捻耐嘅。咁啊 ，Space Mountain 里面咧就据称有一粒好似陨石咁嘅一个嘅雕塑，好多嘅旅客咧去到一个 Space Mountain 里面咧，当佢嘅车经过或者排即系见到一个陨石嘅时候咧，竟然个见捻到有一个小妹妹坐喺个陨石里面咧，同佢哋握手。咁啊，即系佢忙乱之间咧，飞一飞啊，飞嚟飞去嘅时候，见到个小朋友坐捻咗喺个陨石上面，同佢握手，系咪小小世界走反啊？走咗嗰啲公仔上嚟，屌几捻咗喺度，定系点啊？就睇清啲，真系有个小朋友望住佢，同佢握手喎。唔止一个见咗，唔止两个见到，好多游客都见到，甚至冇喺度工作嘅里边嘅人员都见怪不怪，知道有一个嘅小朋友咧。中意咧就喺一个个陨石里边咧就坐咗喺度，有时维修啊、打烊啊、冇游客嘅时候咧，有时一啲嘅员工经过呢笪地方咧，都见到一个小朋友坐喺个陨石里边，同佢哋握手啊，而跟住听到隐隐约约佢听到佢喺度唱紧歌，世界真正屌屌屌屌得真字喵喵喵，咁我谂佢想讲少少少嘅，但系真系发音唔正嘅小朋友屌屌屌啦，咁啊跟住就。就唔见咗啦，咁啊好多嘅啲嘅员工，你唔信你问下啲朋友喺迪迪尼做嗱应付呢个 Space Mountain 系咪都有类似嘅呢一个嘅经历咧？咁好啦，咁啊留俾大家去 discover 啦。咁啊今集嘅呢一个嘅裸讲鬼故咧就讲到呢度咧，就同大家咧就讲声拜拜啦。咁啊希望大家有时去个大屿山啊坐巴士嗰阵时候，经过呢一个深北路小心啲啦。OK。又或者去到大屿山嘅呢一个嘅天坛大佛啊、宝莲寺嗰头，听到人哋念经超度啊，或者系喺一个诵经嘅时候，你哋又唔好搞震啊，因为唔系得你一个嘅观众，侧边聚咗好多人听紧念经，希望可以得到呢一个嘅超脱嘅。今日系咁多，下一次攞我讲鬼故，再同大家见面倾偈，拜拜。